是中心视频的颜值担当大池子。那前一阵啊，孙红雷做了一次荧幕的陪读老爸，18般武艺必须样样精通，否则一不小心就没了。那么我在看剧的时候也注意到了大家关注的一些问题，很多人都在弹幕中问，为什么剧中的留学生活和我想象的会有这么大的差别？留学生活真的会像大人的演的那样无法快速适应国外生活，并且充满危险吗？因此，小新也就是我，大新，我是大新，召集了从国外留学归来或是正在留学的小伙伴们，看看他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在来美国之前，老觉得美国是个很繁华的地方，然后到了美国之后才发现，其实美国繁华城市就那么两三个，但除了那城市之外，其实美国就是大农村。去留学之前呢，我就会想象说吃西餐的时候就会很优雅的，有前菜呀，有主菜呀，有饭后甜点呀，然后你可以拿刀和叉。但是现实生活中是呢，你连菜单都看不懂，所以一般来说只有当服务员把菜端上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个。对于一些女生来说，她们会在一些特殊时期，有热水的需求。在英国一年四季是没有热水的，他们冬天的时候你去超市也所有的矿泉水常温的就很少，一般都在冰箱里边，而且所有人都是拿出来就喝，我就觉得很神奇。我刚到的时候就看到很多英国人都会闯红灯，在我们的印象里可能他们是比较绅士比较有礼貌的那种，但是其实他们只要看到马路两边没有车子，就不管是红灯绿灯永远都不会去等。就从楼上就有一群人朝着我们蜂拥而至，然后当时是很紧急，然后我们所有人就落荒而逃。虽然事后知道这是一个乌龙，但当乌龙事件，但是当时我们真的觉得好像真的有枪手在后面在扫射一样。英国人一旦喝了酒呢，他们撒酒疯的程度会非常的厉害，尤其是在火车上，然后他们喝多了以后会在火车上大喊大叫。英国官方的报警的电话，而且你要记住，你得对接中国大使馆的位置以及中国大使馆的联系方式。在社会更远的地方去，最好找一下咱们那个犯罪率的那个地图，确保这个地方整个社区都是安全的。陌生人千万不要拿自己的手机去拍摄其他人家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会认为，陌生人可能是一些不法分子拿着他们的孩子去做一些什么不法的事情。打车，然后要给同学发一下他的就是你所坐的车的车牌号，或者是找一些朋友的陪伴，在能确保自身